就是贝克会推荐我买的年菜，然后我们去逛百货公司，他叫我买了一个蛋糕。那我明天可能要改吃西餐，然后买这个澳洲冷藏股市牛沙朗，这就是正式的沙朗，它厚度还蛮厚的。然后我有问那个售货的妈妈，她是说这种是有什么沙朗上盖，然后如果只有中间是沙朗型，然后她现在蛮便宜的买一送，她说两就是冷冻是一个月，冷藏的话就是这一两天把它吃掉。然后它里面是真空包装，那买一送一等于700块，一块是350，我是觉得应该算还蛮划算的吧。虽然它还蛮多油，可是我们去，我记得我们去餐厅吃也是这样。然后这一块准备明天煎，我这个等一下可以先来试煎看看。对，好，然后明天再来开箱蛋糕。那这样明天可能会改吃西餐吧。然后这是贝克会叫我。他推荐的蛋糕，然后因为我想说他好像没有吃过沙朗，我就先把沙朗上盖切给他，这些是他的，然后他等一下吃饭时间他应该会吃吧。你等一下吃饭时间要吃哦，贝克。